idol 来了，掌声有请本期的 idol 灵魂歌者郁可唯带来全新专辑主打歌《寂寞更生》。也许它会发生，也许会发生，是否一抹温和让你留恋伫立转身，是我谈笑风生，是我的梦输了，你可曾想看清演出那种身份，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谁掉此刻与其有错，快一秒的身上痕，慢一秒寂寞更深，谁和你完整，等一下雨落黄昏，我宁愿无所悔恨，不过会流成河，也许会发生，也许会发生，是否一抹温和让你留恋伫立转身，是演出那种身份，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谁料此刻与其有错，快一秒的身上痕，慢一秒寂寞更深，黄昏，我宁愿无所悔恨，眼泪不过会流成河。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is deep. The more I give to thee.转身，心为何沉默，无所谓坦言永恒，只需要热烈一刻，心碎终于烽火场，还有线上各位收看我们直播的腾讯视频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爱豆来了，我是主持人郭涛，欢迎各位。好听吗刚才那个开场？你们寂寞吗？啊，寂寞来这里就对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让大家不寂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爱豆来了。今天呢可以说要跟大家好好的
享受一下好声音的感觉。同样呢，如果你想看到有品质的演唱会的话，就赶紧成为我们腾讯视频的会员就可以了，并且呢可以来关注我们腾讯视频的官方微博 at 我们的 Live Music 音乐现场，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最新花絮，并且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独家视频。最重要的是来助力我们的话题 Idol 来了，就有机会获得每一期嘉宾送给你们的独家签名礼物。所以你们还会寂寞吗？那就要赶紧关注我们的腾讯视频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当中实时会跟大家进行弹幕的互动，如果你有什么话题想跟我们今天的 idol 郁可唯来聊天或者提问的话，就可以实时在你的屏幕上打出这些话题。比如说你们想知道可唯什么啊？都不想知道，那你们来干嘛？想知道可唯的腿到底有多长吗？想知道可唯这张专辑到底为什么这么0.0分吗？OK， 想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这个现场颜值这么高吗？因为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会儿准备好你的掌声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有特别的加持，要在这里首先感谢为您量身定制美丽私房的资生堂旗下高端定制级品牌 IPSA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掌声先来一波。OK， 你看还有很多人举着我们 IPSA 的名牌，跟可唯的名牌一样大，可见 IPSA 对我们也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有很多 IPSA 送给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的礼物，所以赶紧互动起来。最重要的是，今天呢不光是颜值很高，重点是让你的耳朵也可以非常的合拍，因为马上呢就要请出这一位 idol 了。准备好你的尖叫声，让我们欢迎本期 idol 来了的大来宾 idol 郁可唯，耶、yeah! 啊啊啊啊！哎，我唱的是新歌。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哇，你手好看。来，我就觉得这个好紧张啊，因为听了刚才好寂寞的歌。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漂亮吗？哇，真的是可唯。今天来呢，其实我们要讨论寂寞这件事情，但是呢，其实在微博当中有一个话题炒得非常热，大家说你应该不寂寞，因为你说。唯火锅和音乐不可辜负，你生命中好像这两样都不能缺，是真的吗？是的，是的，真的是。你吃火锅的频率很高吗？真的挺高的。上一顿是什么时候？昨天。你是完全不顾，因为大家说女艺人可能对火锅这东西会有一些顾忌，你不会？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享乐吧。就是为了享乐。对对对 对。OK， 那你来我们节目就对了。你刚刚也经过一个区域，这一边准备了很多火锅食材，各位都应该很眼熟吧？啊，有什么鱼丸、虾丸啊，还有蔬菜啊。你先选选，如果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个？我啊，这里面的话应该就是肉吧。哦，直接来肉啊，肉虾，没有菜这些东西可选。菜还是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对对对。今天为什么在现场会出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啊，除了像 IPSA 这样高颜值的这个赞助商来赞助我们节目，也希望一些美食节目也可以作为我们的金主爸爸。当然呢，今天有一个话题叫做0.0分，你饿了吗？哦，饿了。你会半夜会有这种饿的？会。你会去点夜宵这种东西吗？会。你怎么保持这么好啊？凭什么、啊？不是，其实我真的有一个秘方啊，不知道有没有效在大家身上。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可能胃比较小。哦，胃比较小。我真的是少食多餐的，我就每一餐，我真的就是已经饿到不行了，我一定好想吃，好想吃，但是吃就是吃一点点就撑住了。OK。对，所以我都吃一点点，但是过一会儿，过两三个小时又饿了。又饿了，再吃一点点。对。OK， 一顿饭吃一年。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慢慢的吃，不要那么着急，一下全吃进去会撑到。所以其实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艺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每天有通告啊、创作呀、各种的拍摄，你有没有让自己放慢一些的一些方式或者是一些节奏？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挺慢的。你挺慢的？对，就是除了唱歌，除了听歌，自己在家里的话，真的就是挺慢的，就自己都是平时看看电影啊，然后要么就是玩玩手游啊之类的，就是节奏其实还是挺慢的。除了就是前段时间新专辑000的宣传期啊，对，会比较快节奏一点。比较快节奏一点，所以呢，其实呢也是蛮慢的了。上一张温水到现在2年多了，哦，对，等了这么久，大家都已经
煮成熟青蛙了。所以今天呢好好聊一聊。同样呢，除了现场有很多的我们的郁金香在现场之外呢，我相信在线上还有很多的 VIP 通过我们的腾讯视频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最重要的是各位，你在收看节目同时不要忘记跟我们实时互动。除了有弹幕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真爱粉丝榜。如果说你在真爱粉丝榜最后排在我们前五名的话，可薇会送给你签名海报、签名照片、签名专辑、签名的火锅等等等等。签名的火锅，哎，开玩笑，开玩笑，签名的火锅。最重要的是今天呢，可薇那边有那么多食材，最后我们今天真的准备了一个火锅让你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啊。但加到什么样的食材，除了你要完成今天规定的任务之外，在线上当我们的能量值达到2000、5000、10000的时候，就可以解锁一个食材，你可以把它拿来。哦，好。如果没有食材就干喝辣汤。好，现场表给大家看。好， okay， 可以的。好了，今天呢为了这个火锅我们要拼一下了。首先呢，我觉得既然来到我们的 idol 来了，当然不能轻易的放走这个 idol， 要聊一聊 idol 到底是不是一个很诚实很真实像大家想象或者是表现出来的那样。你干嘛一脸那么不开心的样子看着我？没有没有，你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进行 idol 档案的求真环节。每次你知道到这个环节艺人都是翻脸，最后真的假的？对，就说你干嘛这样好吗？我营造了这么多年形象就让你们节目这样子破碎掉，不可能，特别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给可薇准备了一些什么要求真的内容。来，拿上我们的 idol 档案。哇，太厉害了，这个本子上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和一些不熟悉的一些东西。首先姓名可薇，没错，身高1米68，体重45公斤，天秤座，四川成都人，别名闷墩儿，兔子小玉。哎，这个有现在有新加一些名字吗？没有吧。什么什么、哦、貂蝉啊，哎呦很厉害，还是朝阳区最厉害的貂蝉啊。没有没有没有。好，然后接下来关键词来了哦。关键词第一个，腿玩黏，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装作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话题好不好？腿玩黏，哎，你们知道腿玩黏啥意思吗？不懂啊。不懂。腿玩黏，腿玩黏是年糕的一种，就是长得很细长的年糕，是可以吃的，是吧？是可以吃的，不要乱讲。腿玩黏是你自己当时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是？我不是我是粉丝们凹出来的一个吗？不知道，大家，所以今天不要玩腿玩黏是不是？你们这些人真的。腿玩黏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其实我身边也有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每次。有一次其实就是上次有去那个金曲拉节目嘛、嗯、大家猜拉起来是谁，真的你到腿这儿的时候，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说还用猜吗？别可为啊。所以可为的腿真的成为了业界的一道风景，业界的一道风景。很多人都会说可为的腿很漂亮。谢谢谢谢。你有当面就接受过大家对你的赞扬吗？说可为你的腿好美啊。有哎、欸、有哎、欸、我们今天再感受一下，我们一起来啊。可为你的腿，谢谢谢谢。但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既然被业界说这个是腿界的一道风景线，那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黄金比例哦？我跟你们讲，什么？哦，刚才是我从下摇上来，是不是？接下来我跟你们讲，会看到细节，因为呢，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大家说。腿的比例最好的黄金比例是5:3:2，就是大腿、小腿和脚脖子的比例是5:3:2。我们呢之前已经把可薇的大腿的维度量出来了，是44厘米，是瘦是吧？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说可薇的小腿是小于26.4厘米，就是黄金比例；脚脖子小于17.6，就是黄金。谁的脚脖子会到17厘米？我们拿皮尺限量，你接受这挑战？如果你不接受，就要拿走一个食材。啊，接受接受接受是吧？好，来上皮尺。啊，对，就在这边。OK， 好。哇，量腿这件事情，谁量啊？你我自己量。我量也可以，你乐意吗？我自己量。先量小腿，我帮你拿麦。先量小腿，看看是多宽。哇、哦，好，还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对不对？不要翻白眼给我看，没办法。是多少小腿？哎，你做一个妩媚的姿势看前面。是多少？哎，多少的？你自己看一下多少？是小，要小于26.4。啊，你是这多少吗？你告诉大家。哎，是，嗯，
你要真实的，我数据告告诉大家多少？27。好，这个小腿的比例可能稍微超了一点点，我们看脚脖子啊。等会儿，再量一次啊。小腿有很多位置啊，你可以找一个最瘦的位置来量。那是收紧一点，你告诉小腿怎么收紧。好，多少？还是27啊？哦，那看脚脖子能不能赢啊？脚脖子要小于17.6。小心啊，小心！哦，18，所以可为腿玩年这个没过关，可能要消失了。这谁出的题？你看我又没有说对，现场每位艺人这个环节都会翻脸，所以没办法啊。我们没有完成5:3:2这个比例，一会儿会撤走一个食材，好可惜哦。好可惜，没办法，没办法啊！你看连可为的腿都没过关，今天呢？好了，下面接下来下一个关键词哦。哎，可为量过的皮尺你们要吗？想得美，喜欢什么都想要。接下来还不是你问的。接下来我们看啊，个人特技模仿达人，大家都知道可为的声音的辨识度很高，而且很会模仿各种各样的声音。你们听过哪些他模仿的声音？宋丹丹还有谁？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啊，这是什么梗？不知道。妈妈回来是什么？蜡笔小新。好，张韶涵。哦，说到点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一个命题作文，你要完成。如果失败的话，大家觉得不像，就要撤到一个食材。我们接下来要让可为用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来模仿几个，你可以自己选3-4位，你觉得谁会 OK 模仿，比较把握性的？就张韶涵还蛮像的，我觉得。张韶涵还有谁？还有谁啊？孙燕姿还好吧，要看状态。还有谁？看状态。还有谁？小虎老师吧。啊，黄小虎。哦，好，还有谁？然后还有谁？你提醒我一下。哦，我想想啊，王菲太可怕了，我觉得。王菲，嗯。还有谁？你们还想听谁吗？哎，你有没有不一样？刚才说就是流行歌手。跨界的，比如说民族歌手啊，或者张也老师，张也老师唱《隐形的翅膀》，你们有听过吗？没听过吧？啊，那就这几个吧，好不好？好，或者你可以自由再发挥几个啊，你 Q 我好不好？我 Q 你，我随时转换。有谁？有，张韶涵、黄小虎、张也，随时转换啊，别摇头。准备好，《隐形的翅膀》，先是张韶涵的版本。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算伪装。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郁可唯，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黄小虎，每夕阳也会有变化。不，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翅膀好大，带我飞，给我希望。张也，我终于。我们觉得好棒哎，好不适合。可为，你可以真的是一个人撑一场拼盘演唱会。天哪，谁都可以。而且刚才那个张也的版本，我觉得好赞啊，就和老薛的那个那时候演员的那个民族化版的好像啊。哦，是。所以你有把你的歌用这种方式去改编过？没有，唱过吗？第一次，真是第一次。哇，好厉害，这个可以算通过吧？好，所以你可以选择一样食材，一会儿放到锅里了，要不要去跳一下？虾，虾，好，虾被锁定了。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再来看哦，这个还要往下再来求证，前两个已经 OK 了，下面一个头衔叫做 OST 金曲头号女神，你好像唱过很多这个电视影视剧的插曲也好，主题曲也好，是的，你有算过自己唱过多少部吗？
没有哎，没有，你们有算过吗？号称还是真粉。我跟你讲，我也没算过，因为真的唱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一下可为，看你对你的这些音乐是不是真的很了解。我们都知道这些，大家都能对应上很多，比如说哪个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名字。接下来我们反过来，我说歌名，你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是来自于哪部影视剧。答对五个才可以通过，好吧？好，你可以求助他们嘛，啊，他们也不见得知道。好，你准备好啊？第一道题，我们先来个简单的吧，简单的是要放吗？还是我直接念？啊，直接你直接告诉我，考虑时间就一两秒就要回答出来。好好好。接下来先说，啊，简单的时间主语是哪一部？《小时代》。几？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小时代》对了。接下来《风中芭蕾》。三二。麻雀。确定吗？确定。不是燕子。麻雀，麻雀，麻雀。好，接下来远方。三二一，古剑奇谭。哇，这个好难啊。好，接下来啊，素念。三二一，大唐荣耀啊，这个比较最近比较新嘛。接下来问明月。三二一，青丘狐全称传说啊。好 OK， 接下来下一个青一瑶，青云志。好，接下来指望，犀利人妻，暖心，犀利人妻啊，我给你我的心给了你，犀利人妻啊 ，OK， 算通过。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懵的，哇，真的，这三首都是来自犀利人妻的嘛，对不对？接下来一个思慕，全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哎呀，还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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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作弊通过。其实很难的，因为我每次就是有些时候要表演的时候，像以前的有些歌，我说这首歌是来自，哎，就想不起来，是来自一个很著名的影视剧。对对对，我就会这样说。哎，哪一个剧当中刚才说这些，你是真的去真的哇去研究过他们，里面也追过一些的？啊，尴尬了啊，下一个问题吧。我应该全部看完了，就是犀利人妻啊？是吗？对，为什么觉得？那是第一首第一部嘛，对对，第一首大剧的歌。好 ，OK， 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也算通过吧。他们的帮助，再选择一样食材可以放火锅里的。啊，肥牛。肥牛，哇，真是捡贵的放。好，好了，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弹幕上大家在说什么，因为很多人弹幕说，哈哈哈。青丘狐传说，犀利哦，是还是因为这些歌我都不记得。那你干嘛看我们节目？开玩笑。还有说很明显啊，真的真的好棒，好认真，好认真，点点点问号。还有说哦，李易峰杨幂组合，蜂蜜组合，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 OK， 好，总之其实大家会说可为唱的都是大热剧，应该是可为唱过的好像都很红，对不对？哦天哪，那你自己演一个嘛，真的是有没有这个想法？今年会演音乐剧。哦，今年会音乐剧。对对对，已经计划好了。对对对。什么类型的？是韩红老师音乐总监的一部叫二字记忆的爱情。哦，其实也已经有在上演了，对吧？对对对对对。OK， 你会四月五号到八号已经首演了，是微微微微演的。所以你接下来会再去演他们的接下来第二轮的这种。对对，他接下来会全国巡演嘛？对。好，嗯，你们准备好了吗？名字重复一下，叫什么？我就跟你讲，再来一遍，你再介绍的名字叫什么？阿尔兹记忆的爱情。阿尔兹记忆的爱情，记好了。再叫什么？哎，好，可为会去演。刚才我这边导演给我在耳机里说，已经能量突破2000了。因为我们到能量值到2000、5000、10000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食材。刚才虾和肥牛已经选了，再选一样吧。再选一样。对啊，你可以看看有什么。我看一下有没有。按你的喜好来，鹌鹑蛋。我要那个鸭血吧。鸭血。要得。要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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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样了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它会解锁什么样的，不要忘记5000跟10000的时候继续解锁。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真爱粉丝榜上排名第一的这一位叫做一封信。恭喜你现在在第一位，在我们结束之前，如果前五位的朋友不变的话，就要恭喜你们可以获得可为送给你的签名礼物啦。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倒觉得其实各位这个算是求证过了，但是呢新专辑里的歌你们有听过现场的一些表演了吗？还没有，对不对？要不要今天也求证一下到底好不好听？
好，所以接下来两首歌连唱好不好？你 OK 吗？ OK 啊。好，接下来首先会听到的是倒流，接下来倒流吃完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上上下下，倒流吃完之后倒流听完之后就会来电梯好不好？好，来，有请可薇。倒流送给你们。就让脚印倒退出那条巷弄，就让玫瑰昏睡回花店角落，捉来的暴雨回到晴空，路人的问候像往常般冷漠，我不认识你，你不就让你手只触碰擦肩的手，就让我们从来没有开始过，空着的怀抱不比天空，欢笑和爱却像做了一场梦，我没干扰你，你震动我，让故事覆水冷说，让所有纠葛倒流，当初单纯不多，让盛开的花没有遇见那双摘星的手，让眼睛耳朵疼到爱还不会迷惑，让承诺有始有终，让所有因果倒流，那些从未如果瞳孔眼泪泪泪锁，梦结尾歌曲放回前奏，剧情还没有开播，幸福还可能结果。说的要听的这首歌叫电梯，那也是我请到我的好朋友大七金文琪帮我写的词，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我觉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最适合在零点零分听的一首歌，
希望你们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点点你们自己内心的一些跟我一样的共鸣。电梯送给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大长腿，我们的可为先来休息一下，我在这儿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坐电梯再回来。哇，刚刚呢唱歌的时候，导演在旁边跟我说，我可为的声音怎么那么有画面感，这歌唱的好深情，而且可为在台上感觉就是像仙女一样。各位回顾一下，就这样一个仙女在十分钟之前量自己的腿玩，哇，多有感觉，这么有画面的节目，所以各位只能在我们的 idol 来了看到。所以怎么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可以跟我们互动，就变成我们的腾讯会员就可以了，看到最有品质的演唱会。 OK， 那今天呢说到了有画面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非常的有画面，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他的感觉也好。当然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也合作到了很有质感很有颜值的金主爸爸。在这里呢要谢谢我们的资生堂集团旗下的高端定制级品牌 IPSA 为我们带来的变美神器。哇，所以这一位据说也准备了手卡，他会有一点紧张，因为 IPSA 真身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掌声欢迎我们的 IPSA 先生。别紧张，别紧张。各位那个郁可唯的歌迷朋友们和我们腾讯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是来自于 IPSA 的培训沙老师，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 IPSA 这样的品牌啊。那我们 IPSA 呢其实创立于1986年，然后呢30年来的历史当中呢，我们始终是致力于挖掘每个人潜藏在肌肤内部的一个变美的力量。那其实节拍对于音乐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对我们的肌肤来说也很重要。那肌肤的一个节拍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肌肤的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节奏。肌肤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节奏大家知道是几天吗？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肌肤一个健康的新陈代谢的话是42天，那过快或者过慢都不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肌肤问题。可是呢现在大家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忙，然后呢你的生活习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还有可能呢是你的一些外在的一些空气污染啊这些影响导致了我们的肌肤的新陈代谢啊出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我们的 IPSA 的自律循环美肌液，也就是我们的 ME 去规律的一个这样子的肌肤的新陈代谢的节奏。那我们的 ME 呢一共是有17瓶，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肤质或者是什么样的肌肤诉求，保湿美白抗老然后是防敏感，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一瓶去解决。那如何去选择这样子的一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柜台啊会有我们的那个肌肤测试仪，然后大家在肌肤测试仪呢可以选择您最适合您的那一瓶。那除了选择我们的那个 ME 之外呢，还可以选择最适合您肌肤肤色的粉底彩妆，定制您专属的这样子一个美容私方，那可以说呢是我们肌肤的一个高定专家。那我们今天呢也会为我们现场的观众准备了非常精美的礼物，大家之后可以去我们后面的那个柜台领取。那网友们呢也是非常希望你们来到我们的专柜体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肌肤测试和肌肤进行一次美容的对话，定制专属于您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容私方，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沙先生。OK 好瘦啊。 OK 好啊 ，OK， 这要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 IPSA， 因为今天呢，各位你们在舞台上的互动会拿到非常多 IPSA 的奖品，所以要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 ？OK，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IPSA 呢跟我们的可为还有腾讯都很有缘分。那沙先生穿的是蓝色，我们腾讯呢也是蓝色，可为有一首歌叫什么《蓝短裤》，对不对？所以你看多有缘分，也促成了这样一个合作。当然呢，我们也希望 IPSA 可以七七都来。沙先生，我们很欢迎你，不管是一先生、普先生、沙先生都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好了，开玩笑了，我觉得其实要说到了 IPSA 刚才讲到了一个词叫做合拍。我觉得其实合拍不光是在肌肤当中去这个跟气候也好啊，跟自己的肤质要合拍，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护肤 合拍当中可以有很多的技巧。但是呢其实在歌迷跟 idol 之间也要非常的合拍才可以，对不对？比如说你们要了解这位 idol 有什么样的小癖好啊，或者 idol 有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接下来来吧，再让我们有请你们很合拍的 idol 可为来到现场，再次有请郁可为，欢迎可为，欢迎可为，好，又回来了，耶、yeah 啊，好开心啊，怎么这么好，心情好，是用了 IPSA 吗？OK， 好了，还真是。还真是 OK。 好，刚才说了我们要合拍嘛，就像护肤要找到合拍的节奏去选择 IPSA， 所以呢很多郁金香选择了你觉得跟你很合拍，你觉得什么呀？哎，耳环卡到了这边，对，要美时时刻刻，哎，拿不出来了，我的天，你先说啊，你先弄着。
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朋友你觉得是可以跟你最合拍的？我觉得应该是有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吃火锅，对，比如说都爱吃，都是吃货，然后都喜欢共同的，就是，怎么说呢？三观都是比较三观比较像跟你做朋友还要正审呢、啊。对，然后都喜欢怎么讲？都喜欢玩游戏啊，打我们腾讯出的王者荣耀啊。都喜欢听我唱歌。好。接下来我们要找几位，这个找五位粉丝啊，现场的粉丝来到现场跟你玩一个合拍游戏，看一看最后谁能产生一个终极者，终极的胜利者跟可为进入到下一轮。当然这一趴我们会有一 p s 的大礼送给你们，你找三位我找两位好不好？我找三位是吧？你找三位我找两位，可以。你先，我先来，我抛砖引玉吧。接下来，我其实我跟刚才在旁边想，我说每一次都照顾的中间的朋友，这次我们点点边边上的好不好？边边第一排最左边跟最右边的朋友。好吧，第一排最左边跟最右，你是活人吧？所以你不乐意上来，那我把机会给中间咯。你确定你要上来吗？好，接下来可为我把两边的朋友选上来了，你来选三位任何区域的。你来吧，你来吧，就你。哎，这边那位朋友呢？来，这边这一位也上来，再来，小心哦，再来两位。好，你吧。对，是你。好，再来，还有一位，再选一位。好，那个戴帽帽的。哇，这一位一看也是用了很多 IPSA 吧，皮肤好棒啊。哎，小心。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要拿上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呢，我觉得一会儿我跟可为可以先来试一下。可以。就是会让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气体。接下来呢，各位。一会儿呢要使用这个气体，你们要接唱啊，可为这一分我们就示范就好，你不用参与一会儿的互动、因为他们胜利的人才能跟你互动。好，五位你们都会唱时光正好吧，可以吗？你一脸茫然，知道这是郁可为吧？OK， 时光正好会吗？那就他应该不会吧。那你就点一个会唱的。你来啊，我以为你点你旁边的那位女生，原来是你跟她。哎呦，你会时光正好 OK 吧？会吧，时光正好，这几位，时光正好，嗨，时光正好，会，好，接下来，你们呢要接唱时光正好，而且呢要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哦，你们每个人含着氦气来唱，并且一会儿我们在背景会出现一个17秒的倒计时，你们哪个人演唱的17秒最接近于0秒，就17这个数字最接近于0秒这个数字。就算获胜，听明白了吗？确定听明白了吗？大家都一脸茫然。就是一会儿你们会接唱《时间正好》这首歌词，停下来的时间你们要心中默数，唱够17秒，停下来最接近0秒的那一位就算是胜利者，好吧？接下来呢，不要偷偷的放掉好吗？因为我听不到啊。我们尝试一下吧。我吗？你要不要先拿氦气？我不要，不要。你不要吧？因为我怕我等下会影响我的唱。不，没有那么持久了，真的是。你先。我先试一下。我也好好玩，因为每次玩这个环节，我都申请把那个氦气瓶子拿走。好，这个画面好奇怪。我天哪！郁可为。接下来呢，你要来用氦气的声音跟大家打招呼哦。你真的？我是真的用哎。哇啊，很好听哎。我也可以。你可以试一下吗？你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好有。Hello， 郭涛。你没有吸到好不好？对啊，我没有用这个，我也可以变声。那你如果吸到这个，你看我声音就马上就变过。它其实时间很短，如果你吸完再说话，应该更夸张吧。Hello， 没变。量太小。你要猛吸一口的感觉。Hello， 没有啊。真的，你为什么没有变化？太神奇了。好。Hello， 有了，好好笑啊！唱一段，用这声音唱一段歌的话。时光正好。时光正好怎么唱的？这边有词，这边有词，快来。很爱你呀、很爱你呀、他又回来了。哎呦，等一下，等会儿我再吃一点。Hello， 很爱你呀、哎呀，好好笑。
啊，这个很快就回来了。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哦，这个好好玩哦。可薇，我们会有把这个一口罐子送到你家，好不好？一罐子氦气。好，我跟你讲，你看是不是？我每次玩这个互动都会情不自禁的爱上这个气体，氦气。所以你各位提，你这个气球什么意思啊？给他一个，这给他换一个，这个没气了。等一下啊，你们就要像可薇这样一口气吸进去。不是放下什么？啊啊，那顶在头上，那真的是。好，来来来，这个给他。你们因为接下来的，哇，他不舍得放下。好，你看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可薇都放得下。好，拿好啊！接下来你们要真的认真的唱，因为接下来有一个胜利者是跟可薇可以完成下一个互动的，只有一个名额。时光正好啊，十七秒啊，记住十七这个数字，从你开始吧，这么白白嫩嫩的，好不好？这么像伊普萨派来的一个代表，啊，你要拿着啊，伊普萨不能放开，好不好？吸完十七秒啊，计时开始。很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很爱你啊。停，停，看一看。好，你还有五秒的时间，你接近于比较接近了，五秒，还不错，感觉怎么样？吸了氦气，超爽的，超爽的，哎呦！为什么你从一上来到现在都是懵懵的状态？他啊，被宠幸了，哎呦，我真的是多年不翻牌打入冷宫的人。好，接下来换你了，这个是五秒啊，你要十七秒准备，稍等，稍等，稍等啊，好，来吧，接着开始。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很爱你啊。好，时间到，哇，是三秒，更厉害，三秒，三秒。接下来好厉，他们一个也要接近哦。好，换中间这一位了，也十七秒，说好，来，吸口氦气，就计时开始喽。吸进去。哎，等会儿，这个麦是不是有点高？对你来说。好，计时开始。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很爱你啊，一沉默，一眼泪。正好时光，时间到。好，你真唱嗨了，你已经六秒了。对啊，你六秒，现在时间最多。好，换你来喽。你这太聪明，又有气球没气了。好，来，那你把它吃完，手小可能。好，来，全吸进去，计时开始。我爱你呀，这个声音好可爱。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停，五秒 ，OK， 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现在最好成绩是两，是你是几秒？两秒、三秒？三秒。三秒，看你哦，你要低于三秒就可以获胜。好，准备好啊！是要吐出来了吗？你要忙。好啊，就这样吧，计时开始。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有人说谎，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我爱你。停。哇、哦、很厉害哎，掐准零秒。哎，你嗨个什么？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送礼物好不 好, 好, 好这一轮所有参加的朋友都可以去获只有你获胜者可以获得 IPSA 提供的明星产品蜜自律循环美肌液正装一瓶啊，这个很好用。
对，很好用啊、哦。你用过？哇，难怪，真的是。好吧，让可薇亲手送给他吧，好不好？直接来啊、哦哦。好，那其他每一个握握手吧，好不好？也鼓励一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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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可以，可以，可以。你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哎呀，他自拍一张，谁允许你的？好，哎呀，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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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视频啊。好，几位就可以回去了。好，谢谢。我发现他们唱的都很好哎。好，接下来，来来来来来，别走。恭喜你，你获得了一个终极，来，我们到这边，这个麦是你的终极的机会。接下来升级了，你要 PK 的对象是郁可唯，你敢吗？敢。哎呦。他说啥？他说他敢。你们两个呢要来 PK 一件事情呢，这一次呢你获得的大礼更厉害，是 IPSA 明星产品的四件套，有17瓶，用到你老为止。这么耐用。接下来呢你要跟可唯、啊、可以做给可唯，那你自己决定哦，你要赢得了才行。接下来你要跟可唯 PK 一下，你们到底谁对郁可唯的歌曲的了解量更多、对，而且就是要听好哦，每个人要在3秒之内接唱，而且是不能重复。就比如说你唱时间煮雨，可唯叫间时光正好，然后你唱了比如说电梯，他叫间寂寞更生，不能重复，每人一句，而且最后你有一次豁免权。如果说你超了3秒没有解答的话，你回答一个 IPSA 小问题，每题小问题就可以接着接唱。可唯没有，因为是你自己的歌。没关系，没关系，有自信是吧？好，所以接下来哦，准备好。终极 PK， 为荣誉而战，为 IPSA 而战，计时开始，你先来。都是郁可唯的歌，不是17秒，只要你停止，他就得接下一首，好吧？这个不用了。哎呦，你好热爱这个记忆啊！来，准备计时开始。来来来，你看我干嘛？我可以拿着吗？哎呀，随便。哎呦，好大牌的艺人呐、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啊？可以了吗？啊、哦，来来来来来。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凄凄思慕，心碎到奈何。剪不断交割，越想忘记越深刻。来，灵魂之花总绽放在拥抱孤独的晚上，那泪有多烫，心有多伤，花就多芬芳。可唯，可我当初遇见一瞬间，命运从此转一圈，在这命运的蝼蚁，大胆的想象你倾听过你的呼吸。别指望我谅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我的心给了谁？你一直玩下去吧。我的心给了你。好，你。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很爱你啊，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好，你来，3、2、1，可唯，你自己的歌，好吗？好，你再接一首，还能接到什么？新歌。新歌。嗯。怎么可能不会？我喜欢这首歌。哦。啊，就到这里了，谢谢。好了。没办法，可唯，我没想到他会战胜你哎、你是一个经常忘词的人吗？你说呢？啊，还好。所以接下来真的要送你大礼了，就是来自我们 IPSA 的，哇，神器了，要送你到的是，看一下哦，我们的 IPSA 明星产品的四件套，接下来要，哎，我们直接拿到场上来，17瓶。啊、哇，哦，这都是哦，底下这个也是，哇，亲自送给你。好，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你要再送给可唯。没事没事没事，可唯有71瓶，你不用担心。来，拿人手短，要说一些祝福的话给可唯的。就祝他专辑大卖，走心一下好吗？就喜欢了有、啊、你有麦喜欢了有7年了。
然后就一直每一首歌只要我听前奏第一秒我就知道是什么歌，马上就会来旋律。对，然后祝你就是不要在乎别人的说什么，然后就你感觉像在表白你知道吗？谁给你的勇气？没有，然后就是什么快什么一紧张，那你感谢一下伊普萨好不好？来，感谢伊普萨，感谢伊萨与可为。OK， 哎呀，哦，这个顺哎，真的是 OK。好了，谢谢。叫什么名字啊？让我们知道。曾志平，志平，我也是四川的。哦，你好，你好。好了，兄弟，谢谢，谢谢志平，谢谢，谢谢。回去可以好好的用你这个伊普萨美美一下，不忘把它气球。对，好好好。好，谢谢，这个麦你拿下去。好，谢谢。他唱歌很好听，他很厉害，而且他一点都不紧张，还可以对答如流的感觉。哇，做歌手的潜质好厉害。好，可以参加我们腾讯的选秀节目。接下来呢，我觉得蛮厉害了。这个是这个各位都已经玩了一个小游戏，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奖品的提供，我们的量身定制美丽私房的资生堂旗下高端定制级品牌 IPSA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 IPSA 的同仁们，谢谢你们。接下来，好了，游戏玩完了，要唱歌了，对不对？而你们想听哪一首？啊？哦，那哦我听到了，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叫做《素念》，要听吗？听完之后还有一首《思慕》。哎呀，好吧，这个你好。好，这个给你。来，《素念》送给大家。第二次唱这首歌。偏偏天不遂人愿，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怎会拼命想再见？可一路太艰险，不巧我们都沦陷。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独上明天。多想念多少年你听不见，多少次想好就此生无可恋，别纠结。多少恩多少怨缠绕多少遍，遇见你一刻才知初心不变。只因当初遇见一瞬间，转一圈，想去牵，感情线，偏偏天不遂人愿。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怎会拼命想再见？可一路太艰险，不巧我们都沦陷。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独上明天。多想念多少年你听不见，多少次想要这次生无可恋，别纠结。多少恩多少怨缠绕多少
桥边，遇见你一别才知初心不变。多少窗走回原点，多少梦怕在泪水中挥别说再见，多少痛多少歉随风都湮灭，如梦初醒后才知爱你这两首歌你们都有看这个剧吗？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我的歌，听到我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开心感动是吧？其实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听到我自己的歌的时候，其实感觉也是挺感动的。然后这么多年也是通过很多方式让大家听到我的歌，然后也唱了很多的影视剧，让你们在看剧的时候也能听到我的歌。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听我的歌，除了电视剧的歌，还有我自己专辑的歌，因为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在唱给你们听。那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前段时间很厉害的一部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首插曲《思慕》，送给你们。
尽挥霍，道不尽难舍，孤独和脆弱被痛牵扯。当你再次说爱我，当悲欢再次交错，才恍然懂了对你的执着，是我无法割舍的脉搏。凄凄字幕心碎到难割，情不断交割，越想忘记越深刻。忘了醉了以为放下了，睡在梦醒后想起你泪滑落，花开花落，心上谁缝合？解不开因果，三生桃花柔情多。思难舍，清心化一朵，愿执手白头，看繁华最春风。谢谢，好好听啊！我是看到了白浅上神，哎呦，好厉害 ！OK， 而且我觉得这OK， 我这边，好、啊、那边美，而且我觉得这个私募也好，三生三世也好，是陪我们度过了2017年的 Q1，对不对？第一个季度大家几乎都在讨论这部剧，对，啊，好棒好棒！刚才两首歌，一个是苏念，一个是私募，都很好听，可惜没有收录在新专辑。OK， 那新专辑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其实不要以为《idol 来了》是个综艺节目，我们是个认真的聊音乐的节目。现在我们用短短的5分钟时间聊一下音乐，好不好？来，这边《idol 来了》专辑始发站，你看这是新专辑，我天哪，好美啊！啊，这是用了滤镜了吧？应该是用了的。好漂亮啊，新专辑，你们有拿到吗？有，对不对？0.0，哎，为什么叫0.0分？首先解释一下。因为这张专辑特别适合在0.0分的时候去聆听。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说的这个原因。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一天的截止和一天开始嘛。Oh.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于我的意义来说就是这样的。OK。对，这张专辑其实有几个最啊，我们这个也帮可唯总结了一下，你可以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最挑剔。大家说，这张专辑里其实，公司说如果选不到好歌就不发片，所以就一直等。据说是从600多首歌中选出来的，这些歌都是最后从600中选出来的佼佼者，是吧？对。第一首选出来是哪一首？一下就觉得中了。第一首啊，嗯、倒流。倒流。对。哎，为什么？就是这首歌我很喜欢它的词。OK。对，这个词是 demo 的词，一点都没改动。哦。对，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词，然后旋律也很美。对，刚开始的时候，公司还不同意这首歌。哦。对，然后我就自己唱了，要来了伴奏，唱了一个版本。他们说，哎，好听，真的好听，对，所以才收了。嗯。你闻到火锅味了吗？我忽然思绪有点飘啊。OK， 回来聊着。哎，闻到了。闻到了，对。好，接下来聊专辑，忍一下，可唯。但是电梯据说是你最厉害、最喜欢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我花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首歌先收的是旋律，我很喜欢它的旋律。Okay. 然后我想这首歌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很了解我的人来写它的词，所以我就找到大齐金文琪，跟他聊了很久，然后他也懂我什么意思，然后之后我也发了一些我自己的感触什么一些话给他，他说我明白了，然后就写了这首电梯。MV 拍的也很精彩，有很多这种跳歌
格的画面，嗯，然后还有很多真的是一部实时在电梯里打开有一个人生故事一样的。对，那个电梯是真的搭的电梯，真的电梯，对 ，OK， 搭的一个电梯。接下来我要一个广告时间，因为呢，嗯，有几位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在你的专辑里出现了，《琥珀的词曲作者》徐若瑼先生跟李松先生，他说一定要跟可为说，没有做主打歌，他就很不爽。真的假的？琥珀这首歌也是他们也是很用心来做的一首歌吧，对不对？OK， 好，广告时间结束，接下来再来一个广告。如果各位想听到、想看到最棒的音乐现场，怎么办？加入我们的腾讯视频，变成我们腾讯视频的会员，就可以看到最有品质的演唱会，当然也包括郁可唯的演唱会。好，这是一个最。接下来要说的另外一个最呢，是最精英，里面集结了很多的音乐人，也有合作过的老朋友吧？对，嗯，陈子红老师，然后还有阿迪、陈迪，嗯，对，然后新合作的两位郑楠。啊，郑楠是以前没有机会合作到，嗯，但是一直很欣赏他的东西。姚若荣老师有写词嘛？对。方文山老师有写词。对。你的词什么时候跟大家见啊？我的词在上一张专辑已经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还会有吗？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慢慢来。好，这是就汇聚了很多的精英，完成这张很棒的专辑。接下来还有叫《最真我》，大家说你真敢呐，啊，剪这么短的头发？哦，还好，因为我头发长得快。啊，而且据说。据说为什么剪这么短，是因为当时造型是拿了一个男模的照片给你看，是的，你被这个男模的颜值折服了。对，其实都忽略他的发型，所以就说，哦，剪个短头发试一试。对，剪个最短的，两边都是剃掉的。 对，一开始是这么短。对，你不是拿着我的照片吗？他翻白眼了一下，我是多攀入你的目，真的是。好了，开玩笑，下次拿你的，下次 OK， 好，加油啊。当然这张专辑0.0分里不止我们说的这些醉，还有非常多让大家最陶醉而且是最有故事的音乐在当中， MV 也很精彩，很用心的一张专辑。好，5分钟到了，放回去。怎么这么敷衍？没有啦，专辑不能讲太多，其实音乐不是用来说的，是真的实在去听的，每个人听完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这张专辑里有太多故事了。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有故事的事情了啊。说到了故事呢，刚才我们就在说这个真爱粉丝榜上也很有故事，我们说到5000跟10000就可以加食材，不要忘记我们火锅还在那儿等着，据说现在已经到了12000了是吧？已经，我们能看到吗？现在啊，这看不到是多少啊？反正是已经突破了一万这个值数，13000啊，13000，你可以来选择两样，刚才有虾，有鸭血，然后还有肥牛是吧？你再选两样，肥羊嘛，羊是吧？羊肉，然后要这个丸子，鱼丸，嗯，你是看不到还有第二层存在吗？啊，对，第二层一会儿再说是吧？丸子吧，这个，鱼丸跟这个羊肉啊，好嘞。火锅，哇，全场弥散的一种火锅的香味，好，一会儿你们要跟郁可唯一起吃火锅吗？哎呦，真是福利多多！想要得到这些福利怎么办？变成腾讯视频的会员，变成 VIP 就有可能看到最有品质的演唱会，甚至来到现场吃火锅。对，有可能哦。好了，接下来聊聊故事。你在微博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话题，你知道吗？嗯，对，除了刚才那个腿毛年之外，还有很多是你自己命名的，比如说朝阳区貂蝉，这不是我命名的吗？就是你自己微博里的井号啊。哦，是吗？啊，哦，那是吧。还有什么五杀和我的歌更配哦。所以这是在讲王者荣耀对不对？嗯，对，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当然也是我们腾讯一个非常厉害的，也不是盖的一个游戏，太厉害了。我的妈，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因为我们有微信，有的时候真的我也是掉入这个坑里，打开一下看在排在那个5连杀的榜首那几个，他在不在第一就在第二。啊，我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不是第一就第二吗？对。哎呦，哎，不能忍了，天哪，马上要开始了。欢迎来到王者荣耀。为什么忽然掉到王者荣耀的坑里来？不是忽然吧，就很长时间了。嗯，对，一年多了，快2年了吧。你是会真的最长记录，当然呢，我们觉得这个小朋友不能常上网玩游戏，真的是。当然你也不是小朋友了啊。好，你最长的一次记录现在这个里面有多久？就说一定要玩到那个什么什么多大多大多少？多久啊？就是他老是会提醒，就是在线6个小时，请注意休息。我们的腾讯也很人性，虽然说让你在游戏里消费了很多，但也要注意身体。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般呢，其实看到很多大明星在机场的都是那种很美、很帅，然后很有这个感觉的照片。你看，我们有准备啊，比如说像正常的女明星在，哦，就这样子，你看美吧，
各种起范儿。再来看一下郁可唯在机场被拍到的照片。天哪！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腾讯的 VIP， 花了不少了吧？透露一下啊，刚才我还说呢，哎，我们这是来做腾讯视频的活动，当然跟腾讯得要点福利嘛，对不对？王者荣耀什么皮肤啊、角色是真的是不便宜的。他很大气说不用了，貂蝉的皮肤我早就全套都有了。接下来准备培养哪个角色啊？我接下来的这角色没有其他的皮肤。是没有皮肤的角色是哪一个？不知火舞。所以他是新开发最近在玩的，对不对？对。好，没有，不是新开发，已经很厉害的。你已经玩了很久了这个游戏。对对对。哦，好了，接下来要不要现场，既然来到腾讯的主场，要不要玩一玩王者荣耀？可以啊。接下来我们找三位，各位你们手里都有气球对不对？进场的气球，别科学一点。进场都有气球对不对？现在各位一起做一件事情，把气球捏爆。好，哎，看一下飞出来的纸条，谁拿到了蓝色的纸条？又是你。好，两位还有三位，你们三位恭喜你中奖了，要帮郁可唯去充值。开玩笑，马上扔掉。没有，瞬间就不想了。你们三位呢，要跟可唯一起现场玩王者荣耀。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真的。你们什么段位啊？哎，先上来，有请三位，来，不要坑我啊！来，三位啊，哎呦，来，三位，哎，都玩过王者荣耀吗？玩过，哎，你玩的是什么角色？鲁班。鲁班必须死，是那个智商二百，智商250那个吗？对，你是现在什么段位？哦，黄金，你是什么段位？钻石啊！哎呀，厉害！你呢？你玩什么角色？我玩后羿，还有鲁班。那鲁班怎么这么受欢迎啊？射手嘛，因为射手啊，远程攻击嘛，对，改了，提升了，所以你什么级别？黄金，哎，你呢？关羽姬。他们三个都是射手哎，所以你什么段位？我段位多好吗？段位不能说。你没有在排位是吧？在排位，但是很低，很冷。秩序白银。青铜，哎呀，那就不要聊了。秩序白银。白银啊，那也没高多，人家钻石哎。好了，接下来你们几位玩一个现场版的王者荣耀，马上这会儿李起就塔。开玩笑，我们接下来你们三位呢要跟可唯一起完成一个任务，我们接下来呢邀请你们。戴上耳机之后，大家都玩王者荣耀，里面的角色都熟悉，每一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句自己的广告词，知道吧？比如说那个鲁班是什么？那个智商250。还有什么？不知道了。你那个后羿的广告词是什么？你这样一问我就忘记了啊。算了，你的那个貂蝉你的是虞姬。怎么了？那个广告词啊。不知道貂蝉广告词是什么。貂蝉，飘飘去吧。还记得一些哦。收到的情书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呢。哎呀，直接腾讯给你做一个声音包，好不好？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对，跟腾讯台那边有负责人。真的，这个游戏要配音的话，新的英雄出来配音，真的可以找我。真的。拉了一单生意在现场还。是的。好，接下来你们要戴上耳机，我这边会有几张题卡，就是你们玩王者荣耀时候的人物的广告词。你们需要用笔画的方式接力的形式让最后一位猜出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就会有礼物获得，如果答错的话也不会有什么惩罚。 OK， 答对的话你可以解锁这个食材，我们玩暂定三轮好不好？好，来各位，我们先把耳机给他们每人戴上来。来，我看看这边。哎呦，好，你是第一个，你第一个，一会儿要换顺序。我第一个，你第一个动作是吧？对，你们要背对三位，你们要转过去，转到那边。好，戴起耳机。但是他们看得到大屏幕的。那就只能给你看。所以说我只给可唯看吧，应该是对吧？只能给可唯看了。啊，他们也不看，他们也不看吗？但是大屏幕不投放了，好。啊，这样。好，声音开到最大，让他们耳机里。接下来先给你们看一下。懂了吧？稍微看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是有计时的吧？哦，每人限时30秒，
三十秒之后，就是我比动作就可以了，对吗？对，然后他们猜是哪个英雄是吗？对，一个一个传下去，这太简单了。也可以说话，也可以说话。哦，好好好，因为他们戴耳机也听不到。也可以说话吗？你可以说出来，但他们听不到，应该会口型猜对也算。好，第一位，转过来，不能摘耳机，计时三十秒开始。你可以讲出来啊。智商250。你明白了是吧？明白了，好，明白了。250。好，接下来不能再讲话了。好，摘下耳机，你可以摘下来。他可以摘下来。好，接下来换你了，扭过来，不能摘耳机。三十秒计时开始。秒懂。啊，可以了，哇，好厉害！摘下耳机，好，扭过来了，描述一下是什么？可以讲话，可以讲话，可以讲话，你可以讲话的。智商250。鲁班吗？智商250。对。确认了，确认吗？摘下耳机，你确认你要公布答案对不对？对。好，来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什么？鲁班。250。智商250。对，第一位你看到的是什么？智商250。好，没错，答对了，就是鲁班的智商二。他后面还有后半句，好像没有人在乎吧？后面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智商250什么什么。智商250什么的的的的。就是这一位，我们的鲁班也是射手级的。好了，接下来换一下位置吧，你们可以换一下位置。我来猜吗？你要不要加入到他们？我猜吧。好，那你这样也要戴耳机喽。对，耳机给我。胜利的这一位吧，这一位你来第一位，好吧？好，你来第一位，这边。我来猜是吧？对，这个比较厉害喽，给你们先看一眼。哎，我这里面没有音乐，我都听得见你们讲话。啊、你听得到？先戴好，先这一位还没戴好，来戴好，你们都扭过去，都扭，你要戴好。还是没有音乐。好，开音乐。没有音乐。还没有。No。还没有音乐。有了。啊，有了。但是只有这一边有，这边没有。然后声音太小了。那这一轮我们不能讲话，纯比划。好，可以。纯比划，来看好这一个角色，给你看一眼。记住啊。认识这些字吧，姑娘。好，OK 啊。来，接下来，第一位，转过来，计时开始。好，下一位，你给摘下耳机了。下一位，快！他要把词说出来，你都不告诉他说什么。哎呀，好，最后这位，摘吗？你不能摘，还不能摘。好，后羿啊。词呢？啊？词？我不是他这样比，我不知道他说的哪他 slogan, 比的哪一句。你忘了比划 slogan 对不对？现在来给你个机会，你给可为直接比划，来，直接来，就在这边来。你不能说话，不能讲话。时间到，可为蒙一下吧。好难呀，这个、啊、你蒙一下，他那个后羿的词是什么？来，我们到中间来。你想一下，后羿，你用过这个角色吗？你们用过这个角色吗？用过。他的 slogan 是什么？他的这个好难比划的。这个好难比划。对啊。他应该是什么？太阳。词很难。这是他后羿，他的 slogan 是周日都被我射熄灭了。今天是周一，因为周日被我射下去了。射熄灭了。哎，有这句吗？有吧。这个不好比划的。这个、不好比划是吧？对啊、好吧。哎呀，玩垮了。OK， 好。玩垮了。各位，
回去可以这个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游戏啊，据说有很多艺人朋友。好，哎，你能透露你在里面的名字吗？我那个我的微博上有啊。啊，跟他们讲过了是吧？对。你们可以有跟粉丝组过队吗？没有。还没有。对。好，回去这个刷一刷，狂刷，是不是刷到他匹配到你？好了，这样好了，谢谢你们三个，你们三个也可以获得礼物了。我们要送给你们的是，我看一下啊，每个人应该是有礼物的，对，要我们的 IPSA 的礼物拿上舞台。每人送上一份，这个是什么呀？好，来，谢谢，好嘞，谢谢你们三位，谢谢 OK， 来，好，我到这边。OK， 那完成一个，解锁一样食材，这一轮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个黄喉。黄喉，就是把能吃的肉全选完，而且刚才呢，导演跟我说已经破灯15000了，又可以解锁一个。哦，是吗？对，那木耳吧。木耳，好，那我们这样再许愿一下好了，到17000和20000可以再解锁。可以啊。好吧。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呢，除了这个在我们的能量榜当中帮可为来加油的，看一看真爱粉丝榜现在排名的情况怎样，因为最后排名前五位会获得你的礼物。看一看，哇，第一位已经换了人了，叫做发财霜，然后第二位呢叫做裤衩短了，然后第三位叫做油屁运。好，恭喜这三位，我们会取前五名啊，最后再来看这个榜单。好了，火锅已经热起来，所以一会儿呢就会吃火锅。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讲一讲的是，既然说到了火锅是来煮的，所以当然今天在现场不能少一首歌，也是有关煮的歌。哪首歌？好，所以是你们是不是听腻了？那你们为什么时间煮雨？中间这个男生懒得跟我们互动，两眼瞪着我们看，那我们就不唱了，直接吃火锅。好了，来，所以掌声热烈一点啊！有请可为带来这首《时间煮雨》。谢谢。时间煮雨什么意思？时间煮雨送给大家。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啊，雨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起床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
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铭记。惊喜和心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景。谢谢时间煮雨。哎呦，你煮雨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我们的煮的火锅的味道了。好了 OK， 然后今天好跳跃呀，真的是唱完时间煮雨就要煮火锅，而且现在看一下晚上时间是九点半了，可以开始夜宵时间了，所以各位稍安勿躁啊，都九点半了、哦、对啊，你要不要再陪我们多玩一会儿？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我们再玩两个游戏。好了，不闹了，不闹。今天呢，其实呢，我觉得有很多现场的朋友陪着我们一起听歌、玩游戏，还有很多通过我们腾讯视频的 VIP 的朋友跟我们来这个互动啊，不管弹幕也好，还有这个贡献他们的能量也好。所以看一下我们的真爱粉丝榜最后前五名的朋友分别是谁？这么快就变了？好，我们从第五位看，刚才那个裤衩已经到第五位了。裤衩短了，第五位。然后是第四名是唯你一人，然后第三名是发财双，第二名是 The One， 第一名，哎，啊，他们还是变换一下位，第一名叫小香玉万，恭喜这五位朋友，是我们今天可唯专场的 idol 来的五名真爱粉丝榜的朋友，可以获得可唯送给你的签名礼物，可以在这个网络当中去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接下来呢，还是要说的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零点零分，你饿了吗？我相信。饿了是吧？饿了怎么样？听零点零分，你就不饿了，就会更寂寞，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寂寞疗伤歌曲嘛。对啊，最重要寂寞就是零点零分，听零点零分，然后就不寂寞了嘛。对，就忘了饿了嘛。嗯，对不对？所以今天呢，首先在这里呢，各位要来谢谢我们的腾讯视频给我们准备的这么好的一个 idol 来的专场，首先把掌声送给腾讯视频。OK， 好棒、啊、想要看到有品质的演唱会，就变成腾讯视频的会员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at Live Music 音乐现场的官方微博，可以了解独家花絮，还可以助力我们的话题 idol 来了赢取偶像的礼物。最重要的是掌声准备好，要谢谢我们量身定制美丽四方的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定制品牌 IPSA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掌声送给 IPSA。 好像在叫我，谢谢啊，好像在叫我伊萨，真的伊萨吗？嗯，跟着伊萨用伊萨，你就会变得非常飒。非常飒这个词好奇怪，硬凹硬凹。好了，所以接下来感谢都已经说过了，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到场的每一位郁金香，所以我们也有礼物，火锅就要来了，耶、yeah! ！等了半天的火锅，我们是真的有煮哦，真的有在煮。哎，所以我刚点的菜都放哦，小心小心小心，这个店员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哎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火锅旁边做结束语吧，好不好？好的，多有味道的一个火锅，在这里呢，要谢谢可唯带着全新专辑《零点零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要祝福专辑大卖，你忍一下，再次祝福我们的专辑大卖。下一次带着更多的好音乐，哎，你顾不上了对吧？带着好音乐来到我们 idol 来了跟我们见面。嗯、接下来火锅开锅啦，耶、yeah, ！分享一下吧。好了，再次谢哎，我们要不要给大家加一些？啊，可以啊，可以、啊。但是这个好像还没有熟哎。哦，这还没有煮熟哦。对呀、啊。OK， 那就挑一点熟的给他们加过去好不好？可以。有熟的吗？谁饿的比较厉害？谁比较饿啊？可唯送火锅，哎，这个熟了。这个没有熟，
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这个火锅的时候，不要继续忘了关注我们的爱豆来了，下一期跟各位不见不散，拜拜，谢谢各位，我们一会儿给你们送火锅，隔着屏幕闻香味了。好，来吧，我给大家送一些，谁要可为选的爱心火锅，哎，胖子。